台湾顾问团最后一个台湾观众朋友们午安，我是萧国珠哦。那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像是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特别是身为家长的您，应该都在这个不断的低估着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十二年国教，好，十二年国教呢，说是103年要正式上路，算算时间还有2年左右啦。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或许您的孩子还没有来到念中学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新的一个制度一旦上路之后，当然呢也就会成为未来一个最正式的一个义务教育的一个模式。但是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对于已经在现在念所谓的这个8年级的学生，是第一届7年级的国中生，7年级也已经上去念国中了。对于他们来讲，现在的状况是不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形呢？因为整个12年国教的一个实施办法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完整版本，没有一个定案。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呢，第一届适用学生现在8年级，第二届适用学生7年级也已经入学一个多月。这些孩子现在在读书，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上战场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在读一个不知上什么战场的书。面对新的战场，他们现在读的反而是旧的一个武器哦。为什么现在的课纲是9年一贯的课纲哦？十二年国教是不是该有新的一个课纲呢？有吗？还是没有呢？只是还没有定案吗？但是呢，一个没有定案的政策，现在就要来推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教改，我们说这教育是百年大计，讲到这，大家都非常的义愤填膺，也非常的认同。但重点是又要来改，这一改十二年国教呢，到底是改到什么程度？而且重点是现在状况有多乱，时间所剩不多了。如果照这个目前的一个方案走下去，大概在接下来的一个明年的一个后年的5、6月呢，就要来开始进行所谓的会考。这政策到底来不来得及，还是我们的政策只是且战且走，看看社会风向球？但是一定要做，是绝对不会改了，因为这是马英九总统的竞选支票。好，教育改了10多年，现在改到满街大学生，大家没工作，不管要去当台劳还是要到国外去都好。但重点是呢，高等教育已经出现人才没有的一个高失业率的情形了。我们台湾还经不经得起这次这样的也是大规模的新教改哦？今天这就是我们台湾棍团要好好来讨论的主题了。现场的五位来宾，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好好来进行分析跟讨论。首先第一位，我们来介绍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陈学圣。大家好。好，继续介绍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许嘉青。大家午安。好，继续介绍是全国教师工会的教师会的副理事长吴中泰。大家好。吴副座，好好。再来是呢，这个是全家盟啊，这是家长联盟的一个，我们来看荣誉理事长谢国清。大家好。好，再介绍我们资深评论员唐祥龙。大家午安。好，我们就来看看呢。那么现在的教改问题，今天呢有这么样一份的一个报道啦。教育部也非常之努力啊，为了这个十二年国教呢，弄了一个所谓的微电影，有2部哦。那么放上 YouTube， 希望能够达到宣导的效果，但效果不彰，点阅率超低。那么今天说呢，为了让这个十二年国教上路能够更加的顺畅，现在教育部铁了心了，要求呢，特别是在台北市这些精英学校，你们的这个免试入学比例，明年就得提高1倍，引发的大反弹吗？带你来看。为什么学校除了断考外，还要考那么多的小考或评量卷？强调考试不再只是唯一解决问题，要靠十二年国教。教育部近来砸下100万元制作2部微电影宣导国教。为什么学校上课都是老师讲，学生只能听呢？趁103年7×5国中的毕业生免试入学，教育部明定102年公立高中免试入学占总招生的人数要从5×5提高到6×5，其中建中、北一女更要求从免试入学的比率要从1×5提高到3×，让很多明星高中很不满，坚持死守1×5。选科的招生跟免试入学这两个的入学方式差异性很大，所以呢，入学学生的性质会不同，因此我希望免试比例能够降低。就是基北区所有的学校，那个这所谓的这种游戏规则能相同的话，所以这个明星高中的这个环节，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沟通，希望就是说他们也试出一定比例的这个免试的名额。我们经营采取那个分组，一组里面大概会有3到4个学生，他们就像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老师担心学生素质不一难教，另一部微电影解答了这个问题，就靠学习共同体互相讨论。但是看看点阅的人数只有2000多人，似乎效果不太好。明星高中免试入学名额能否如教育部预期提高到3×，还有变数。今天新闻陈建雄、王成伟、张一华、杨慧文台北报道。
好，当然在这个报道里头点到的是关于从这个微电影里头要宣导的一个效果不点阅率不高，大家有认真去掌握到最新的一个资讯吗？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明星高中的问题哦，所以十二年国教现在似乎要且战且走的状况之下，先请教陈委员，一切问题梗在这些明星高中精英高中？不是，梗在马总统不了解真实情况就贸然推动了这个十二年国教。我很后悔我晚了一年回到立法院，因为回立法院以后我就在教育文化立法委员会，那我一直觉得说十二年国教应该没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非常大。第一个，我们连法都没有，没有法就没有推动的固定单位，没有固定的经费，它要随时间不同而可能会有因人而异，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况。第二个，十二年国教会让原本有一些技职体系的孩子他放弃走高工高职，他认为可以免试高中，可以免试大学，所以把技职体系这一端摧毁了。因为很多家长本来做欧秀的，他觉得我不要让孩子那么辛苦，所以孩子念高中就念大学，所以本来可以走技职体系放弃了。那现在明星高中搞不定，最后会让明星高中万一在模棱两可当中又摧毁了另外一端的精英教育的时候，两头都空的时候，台湾怎么办？那么最后一点是，现在整个说要松绑往这个十二年国教走，但孩子已经上到了八年级，现在的国二，但是我们的课纲没有松绑，没有调整，老师不知道怎么教。那因为孩子已经可以免试升学了，所以没有了压力，所以连以前后段班准备要进入就业市场的他连学习的动力也都没有了，那家长也只能在旁边惶恐。这三大忧虑我只能讲十二年国教对我来讲非常痛心。所以为什么点阅率那么低，是因为水狼够细苗了，里头就羊苗，水狼够细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已经家长就看哪个地方有补习班可以让我孩子进私中私立中学，因为现在是比明星高中还要更夯的这个学校。我觉得十二年国教如果能够再好好放慢一下脚步，不要再让孩子做实验性的这个动物了，因为我有一个原则，什么事情失败都可以重新来过，只有孩子的教育失败了，再没有重新来过机会，真的要审慎。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在这，身为家长您听到这大家的惶恐，其实陈委员全部都讲出来了。国民党籍委员告诉大家，马总统你恐怕错了，十二年国教是不是推得非常之仓促？好，那现在不可能喊停，委员一定要走嘛？现在就且战且走。我举一个最简单好玩的例子，现在徐嘉欣的力量比我大，为什么？他比教育部长都要大。教育部长现在只要谈到明星高中的免试比例，就是我要继续沟通。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们没有法源，所以我没办法强制地方的教育单位要配合。所以如果今天徐嘉欣讲说建中北一女维持免试只有15。教育部喊不动的啊，他也莫可奈何，对不对？也莫可奈何，对。所以难怪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到徐议员来。我们知道在台北市的部分，明星高中所谓的精英学校特别多，在这里或许呢，很多的家长在这里也不是那么愿意完全配合十二年国教这样的一个模式，在这里似乎比例是比较高。但是现在新闻的一个发展趋势，大家看到舆论或是官方的讲法，议员是不是感觉啊，有的那些精英高中底下做梗了，我下面不能开放一点，一直坚持那个精英教育是对的吗？还是觉得说，其实精英教育本来在一个国家的人才培育上头，它本来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其实这是两回事哈，大家把它这个混淆在一起。其实刚刚陈委员说这个我的权限非常大，我跟大家说哈，简直是卑微到不行。为什么呢？打从今年年初，教育局跟教育部在四月份的时候协商的结果，那个都是秘密的协商，我们议会一点都不知道。那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居然是他请求我们说去帮他们踩刹车，让教育部不要通过那个办法，这太奇怪了，对不对？对。然后又欺骗了议会一次以后，大家帮他踩完刹车以后，他又去跟教育部又密谋。然后又说要做这一次的六月份，当这个学生机测完以后，要进行模拟试验。我们一直告诉他说，这个模拟试验你现在没有按照你的办法，包括选填志愿的部分都一起并入，你这样子跑出来新测结果，果然是没有用，没有意义。结果呢？好，现在九月已经过了十月份了哦。我们说，那你新测中心做出来的模拟结果可以给我们看吗？他说，对不起，国家机密。所以呢，教育部也不给教育局，然后也不给立委，也不给议员。所以没有人知道这次模拟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如何修正呢？根本就骗局一场。我今天就觉得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说十二年国教它最原始的概念是什么？它是希望说学生可以适才适性的去学习，然后让他在这个人格跟未来的发展上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不用承受那么多的升学压力。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它也需要各种人才的培养，不是只有精英而已。精英固然有它的必要性，
但那只是其中的一块。那我必须要讲，现在的十二年国教，老实讲，教育部跟教育局，尤其是台北市教育局，一味的在护航明星高中。哦，刚开始呢，说这个额度要有多少的免试，是总的额度，可是特别给六个明星学校，只有15%。那结果这个15%，我们就一质疑他说，那你到时候抽签可能会100%，大家都是靠抽签来比。他为了要对外解释这件事情，又搞了一个北极星。等一下，我们有两位专家也在这边，又是骗局一场。嗯，因为北极星呢，到最后是每一个学校很努力的去排序比出一个学生以后。那么他到底能不能上建中跟北女，你还不知道哦。可是这个学校每一个国中却要花很多的行政成本去排出这一个学校的一个学生。然后这个精英呢，到底能不能进入建中北女，我不知道。我老实讲，建中北女有没有比较好，这见仁见智。但重点是，他们老是要靠把学生最好的比例圈进来，他们却不提升他们的教学，或者是说教育局也没有去要求其他特色的学校哦，或者是一般的社区高中，你给他更多的资源来提升整体的素质，对不对？所以今天的教育单位，我必须要讲，不管这个陈委员他刚刚讲那番话，有一些东西我是认同的哈。那我必须要讲，今天的教育主管单位跟当今的国家的总统领导人，到底有没有一个概念说教育是一个百年大计，它要超越政治的计算，它必须要去思考是整体国家发展哦，以及人才培育的方向，不是一味的去服应某一些精英阶层的需求而已。好，那讲到这，大家会觉得问题大到不行，而且乱到不行，非常之复杂。我们刚刚讲到是政策面的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呢有全教会，有老师们的代表，也有家长的一些代表，所以你就知道这议题要讨论起来，要参与的人等真的是要非常之多。好，那现在我们就从学校先来看，因为刚刚一直播点到精英高中的一个存在，看来对徐议员来讲，在台北市呢，教育局还要他们所有全体议员们帮忙来护航，要维持精英高中的一个接他来的一个发展方式，只选了六所，啊，没有被选到都不精英哦。不知道之前的一个办学是完全在这个地方被否定吗？那我知道很多家长也为了未来自己孩子能不能上得了精英高中，我不在那个学区里头，我未来靠什么？靠考试？靠比序？哇，这个斤斤计较到未来可能棉被折得好不好，都是你比序的项目，那该怎么办？来，吴副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第一个是我们看宜兰这103有准备到免试100%。那可是我知道，整合好了。宜兰的宜兰高中或仁东高中，他在考上国立大学的比例啊，可能还比台北市的第四志愿、第五志愿都还好。人家敢一步到位到这个100%，那这是怎么样的内部沟通？他宜兰县的教育团队是怎么样子来沟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是法源不够明确的事情。这在去年上半年，很多人提醒了教育部，很多人提醒了总统，但是总统执意要在103年能够如期实施。那你在100年的6月之前要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啊，半年之内啊，1月1号到6月30号，可是没有。现在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100年9月20号的行政院施政计划。大家都知道行政院施政计划是什么层级啊？当初苏贞昌要实施12年国民基本教育，也是用施政计划，结果他3个月后他自请辞职。之后呢，没有人再问，当初也是行政院施政计划过了，所以可见用行政院施政计划是多么脆弱的事情。我想陈委员非常清楚。接下去就要来准备高级中等教育法，很抱歉哦，到现在还没有过。我在预测到今年年底还不会过，可是第一届要适用学生已经8年级，念快一半了。对，这怎么会这种事情呢？那另外一个准备所有超额比序也好，免试要点也好，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在。因为去年下半年准备接近大选的关系，通通只能够台面下准备，不能够上台面。那在这样子的话，沟通不足，互相猜忌之下，所以现在其实是有14个招生区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动作，正在朝下一步准备，包括国中要怎么做补救教学，包括老师要怎么进修。那这些招生区它有下一步的动作，可是，在基北区很显然为了很多东西的拉扯，没有办法搞定。那我觉得，在中央跟地方的教育行政团队，或者是议会，或者是民代，都要积极介入，否则真的不晓得怎么支持下去。好，因为我们的教师会认为不知道怎么支持下去，站在第一线，不止学生的权益要顾到，老师你要怎么教12年国教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就像当年的9年一贯一样。现在回过头看去，9年一贯的相关的一个课纲的一个改变呢、啊，讲到这个建构式数学，或许大家记忆就非常之深刻。所以有很多现在去评论他，认为那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政策。那么，所以之前国教的这个教改印象，大家印象不好。所以谢理事长代表。
广大家长的心声。您是觉得十二年国教，我们想说来讨论它，不是说要否定它应该要做这个新的一个制度改变，而是如果没有准备好就要去做它，我不知道像在学生、在家长这边，大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OK 啊，我三年前我们全家盟发动全国的家长上街头去推动十二年国教啊，那推到现在好像越推越难推哈。我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就是问题出在我们这个政府都在看风向球，就说只要有人讲话，特别是那个叫做精英高中讲话了以后，他开始就变了。譬如说比序哈，今年四月底说全部公布了，大家就想说已经安定了，就弄到现在还没有，还没公布。好，前两天还听说部长说，把奖惩当作门槛，可是问题是15个招生区只剩下一个还没出来，他现在又讲了这句话，那是不是要那另外14个要再改变了？对不对？然后那个会考那个马上那个国中八年级的这一届的学生明年后年就要考会考了。对，那会考到底怎么考？ Yeah. 这个会考怎么考？牵涉到学校怎么教？是，对不对？那会考到现在还不定。好，那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叫课纲的部分课纲的部分我们其实觉得它其实没有必要跟着去现在就去变。可是它因为别人的那个一个压力下来，它就开始说从108年变成107年，又变成105年。那到底你原来的态度在哪里？你原来态度不够坚定的时候那只要别人说一句话，你就跟着变一次，所以就要变一次。所有的家长都怕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所有的家长都紧张，说我的孩子接下来笔序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笔法，然后你一天到晚在变，我要怎么去做准备？你的会考我要怎么去考？你们现在还不定，我要怎么做？所以家长就悬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把孩子当实验品，我觉得是把家长当实验品了。家长、学生、老师、学校都在做煎熬。香龙，这是怎么会是一个这么好的政策？讲到精英高中，我相信香龙你也是现在点名到那所谓精英高中毕业的同学的学生的学长，我们就要看到一切就风向球现在是马政府施政的一个模式，哪里讲了大声一点可能就要去调整，但这个百年大计这个是影响层面非常之广，不可以这样玩的。这不只是我了，吴东还跟我是，我们是高中同一届的精英高中的。 对，就是我们都师大附中毕业的。是，当然现在师大附中就不从对，建中在这里，建中在这里，建中也不想投，或者建中他会有，我可以理解某种那种抗拒的情绪，因为他不只是单纯的升学率或者什么，你就说他那个学校他本身，你或许说他自己就要保留了某种光荣的传统，那除了升学率，他的校风等等，大家的情感，所以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改革，也就是他的原有的那个特质，建立在精英基础上面的特质。那这个十二年教改一旦推动了之后，它的那个最重要的因为精英而来的特质，它就无以延续，这是所有目前的明星高中它必然会遭遇到的焦虑。那现在十二年国教它会造成的情况，它不是精英就不见了，精英学校就私立化了，就将来大部分精英学校就私立学校就开始精英化，精英学校就开始私立化。那这是未来的，你一旦用这种十二年国教的话，会发生的趋势了。我就觉得有两个基本态度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十二年国教的推动，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在初衷上面是不是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走上这条路？因为我是9年国教推动的那年去念小一的，那年念小一到现在，已经民国57年，57年推9年国教，我还记得就那时候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人，他们要考国中，对，考初中，对，那个时候跟现在比，现在考高中更痛苦。那个时候现在考高中还有联招，那时候考初中没有啊，都是个别学校招生，交通非常不方便，然后呢，每个家里面都要挤出一些报名费，同时要安排好，先在资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面，你要先打听好哪些学校的考试，一个一个考。大公车像千里迢迢，特别从南部往北部考。那个年代其实很多比我年长的大概都经历过那样的过程。可是当他推9年国教的时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一样，你要推的时候，其实在当时也有很多所谓的明星国中。那现在有明星高中，那个时候没有明星国中吗？有啊，那时候有很多明星，就是说报名的人数很多的，会破表的那些明星国中很多啊。但当你推的时候，在当时没有这么多的声音，所以你一推，你决定九年国教，好，那做成决定之后，整个的所谓的明星国中就不见了。今天还是有一些的国中是明星国中，那多半是因为区位啦，或者过去也保留下来一些传统，还是有明星化，所以父母亲还是想办法去搬学区，然后要把孩子搬到一些明明他的所有的入学的制度跟其他的国中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他还是带有一些明星的气质。
它一个都会，所以会有所谓学区上面的差别。是，将来你一旦就是说高中，我认为高中如果十二年国教化之后，它的趋势跟现在跟过去是四十多年前的那些明星国中走向是一样，它还是会有一些保留明星化的气质。大家不用那么焦虑嘛，吼。对，就是说还是保留明星化的气质。其实现在我们说的明星高中，它未来还是会有那个很强烈的明星气质啦，大概是不太会改变的。但是就是说私立学校它会到进一步的精英化，就是家长们为了避免很多的麻烦，然后呢，该像现在你现在光推十二年国教，有很多的家长又搞不清楚未来情况怎么样。最近这两三年已经很清楚的感觉到私立学校的入学变得更加困难，没有错，变得更加困难，这是所有有学龄还是包括我们家里面也一样，而且他的整个的压力已经不是从国中阶段或者是小学阶段，已经到幼稚园。我告诉你，从幼稚园的大班就开始去卡位。好，那这个是你要做改革，我并不反对改革，但是我只是改革之前的那个痛苦期要如何去化解，这是要想清楚。好，所以香龙点到很大的问题啊，这个痛苦期如何来化解啊？那现在已经向下延伸，这是实例哦。大家现场不知道有孩子或有朋友孩子都知道，明星学校啊，特别是明星的私立学校，幼稚园就开始要去卡位，没有卡位的话，你再来永远进不去，除非有人退出，那退出那是考试，也是上千上百人考一个两个名额的话怎么办？整个一个十二年教改啊，国教呢，现在推行到现在，怎么会走到反而是私立学校成为很多家长的一个选择？因为大家莫衷一是，问题还有多少？我们待会回来。